这些年我开始更了解自己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你一定有你最美的样子。华灯女神哈娜妍妍刘品言穿上网络当红藏肉神裤，一身运动时尚造型，镜头前大方展现曲线，自认是非骨感代表的她，也分享近期最爱的服饰单品。不管是外出啦，或运动，或是去任何地方，穿着它都非常透气。用了6种不同的 3D 体雕科技，可以完美修饰体态，让肉肉进去，让曲线出来。有一些单品，它的布料上有特别的设计，特别的织法，可以让我们小腹不见，大腿变细，更重要是让你有这个臀部有拉提的效果，我觉得这是更好的选择。针对亚洲女性身材，采用独特编织技术，加上石墨烯材质，帮助修饰体型。而跟上夏季流行，推出6种莫兰迪新色，轻松把运动时尚穿上街头。另外在颜色上，今年流行的莫兰迪色，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在穿搭上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机能型的裤子呢，又大部分都是出黑色，就是在穿搭上面会比较无聊。像最近我有看到，就是刘品言代言的那款裤子，它就有出各种不同的颜色，在打扮上有各种不同的选择。扭转过去刻板的沉闷印象，莫兰迪新色让机能裤成为时尚穿搭单品，掌握自己的流行。只要是有线条，就会变得更好看，所以你可以不用骨感，也可以很性感哦。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